那可以接下来的演出 live 的部分，对，就是你了。对啊，那所以你会打的跟原来 CP 里不一样吗？嗯，其实不一样吧。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这张专辑，它的就是它的形式，它比较有一些东西是比较电子，就是并不是完全的，就是那种 band sound 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现场表演的时候，他那其实不见得可以真的上场，就是照专辑里面的样子来做。是，所以我们很多歌就是在现场表演的时候，他会有另外一个样子。就你 programming 你就会另外做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会现成的？不然你现另外做。你会另外做？嗯，个性使然。另外，我好像没有办法边唱歌边做事。对。要讲一下你的 vocal 吗？ vocal， 嗯，你自己满意吗？这一张受宠若惊，还可以。可是我觉得做这张的时候，那个唱的方式比较像我想要的方式。嗯哼。因为之前其实我有做过一张 EP， 就是跟别人合作。那其实，在为了要达到他们的要求上面，你说那是别人写的歌？不是，是我写的歌。是你写的歌。但是那时候会有制作人，然后。他们会，因为他们会去怎么说配唱啊什么的，然后包括说，因为是他们制作，所以他们会剪他们要的 take。嗯，例如说你可能每个 take 表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可他们刚好都会剪到我最不满意的，对，最受不了的 take。然后这就是我自己剪的。所以事实上你会有不同的表情。应该是说我希望可以唱出我想唱的声音，因为可能。对他们而言，他们会觉得市场上的观众大概喜欢什么样的声音，可是我会觉得其实那不是我的声音。嗯嗯，而且也未必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市场喜欢哪种声音，有的时候未必嘛。嗯，所以虽然拖很久，可是成品是开心的吗？开心的啊，开心。但是好像你不太喜欢这一张我很喜欢的海报，难得要跟大家秀一下，从来没有秀过歌手的海报，哇！哎，我觉得好有电影感哦。嗯，你们自己觉得呢？有点像杀手片，嗯，你知道那种欧洲的。嗯，我们就是自己的工作室也有贴一张，然后上面大家就有写一些旁白，就很对，就很像那个漫画上面的杀手那种，就是有一些那个对话框，这样要把我们带去卖是是，对，就是上面车上的人在对话这样。所以谁是老大？我，就是黑玫瑰，这样对。这是谁？这是张江啊。这是你吗？对对。你本人比较帅啊，在这里看起来有点比较模糊嘛。对，有点像一个，所以这是你，是哦，你是第二男，你是第一男主角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对，就你也蛮上相的、啊，就有一个正面这样子，只是乍看也不太像我，会吗？蛮像的，我觉得蛮像你的、啊，我真的蛮像蛮像的。哦，是这是请朋友拍的吗？对啊，嗯。嗯，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线？而且那辆车是从哪来的？借来的、借来的，对，太古董的车，很酷的车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这个路线，可能他就是想要把我们拍成这样，所以我想，就是给他，是让他去发挥、去主导这样子。哦。然后就是他就从朋友那边用来了一辆这样子古董车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在里面取很多景这样子。是，嗯，我想其实，而且你们的这个整个的 design 我也很喜欢。我很少看到乐团走这么高雅，高雅吗？是高雅？没有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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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因为乐团通常都是要走好像一副很强烈的，要不然就很稍微有时候花哨一点啊。可是你们会用这种，然后单色的，比较低调嘛。对，我觉得很别致啊。然后里面图会是这种，嗯，不过其实都可以当笔记本。其实说起来就是这样，它的设计虽然低调啊。这个也是我们请一个设计，然后请他全权去发挥他想要做的东西。可是这是他画的吗？他是用先拍摄，这是照片、修成这样，照片修。天哪，是把真的树这样修成这种风格，对。嗯。所以你们算是有钱的乐团。
没有，我们拿的是你知道设计，突然感觉有一种友情帮忙，有质感。那个设计他有很多的想法在这一张上面，想要发挥。对，所以就是有点那种，我们让他尽量去发挥，那互相交换一下。不过这一张设计里面还藏了一个高调的东西哦，在我们的那个封面。对，噔噔噔噔。对，其实有一个地方蛮高调的。红色的那四个字，它是感温油墨，它会变色。热热的手碰上去会变白色的，真的吗？来，你手比较热，你把它搓，要搓揉一下吗？不用，可能搓一下，搓一下，嗯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你们今天手脚冰凉。对，受宠若惊的若惊，可是金立刻又慢慢开始恢复红色，然后慢慢变冷，它就回到红色这样。可是这有点违反那个物理，绕里应该是冷就变白啊，然后触摸就变红啊。不知道哎，就是他们那个，因为它好像上不同层的色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法兰大成立了，我感觉是很用心的一个乐团跟一张制作啊。嗯，你们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就大家表达的？你们希望大家从这个里面听到些什么？听到这个世界反听到什么？又有挽歌，又有对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乐团的音乐，因为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棒的音乐。然后我们会尽量把歌写得好听点，让大家比较容易听进去。你例如说，这位太太提示范没有啦，不是都有在，这些都很强哎，这些团都很蛮强的，对吧？嗯，没有，他比较厉害。干嘛这样？你干嘛帮别人谦虚，又帮你自己？你干嘛突然讲到整个大环境嘛？来讲一下，就是 focus 在你们自己。自己哦。对，因为法兰黛的出世，对，横空出世还是有它的意义啊。啊，你们先讲一下，快。好，那应该讲一句啊，作为结尾。吉他手。啊，结尾嘛。啊，你觉得它好在哪里？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就是都非常好听，我很少听到乐团的歌可以好听的，就是。对，可能就是一两首会有个主打歌什么的还不错，而其他的就你的乐团也跟主流一样混，就一两首好听。因为我自己听歌，我很喜欢听有旋律性的东西。对，那我觉得 Friend 写出来的旋律性都很强。OK， 对，就很值得大家听这样。对，贝斯手，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乐团里面啊，你要不要正眼看镜头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的？好，在这个乐团明眸。这团都好害羞哦。对，其实这个乐团它是还蛮特别的一个组合，就是它在现场表演可以就是像一般的乐团，就是乐器啊什么的这些，但是在唱片里面又可以是另外的一个不同的思考，它有两个不同的路线同时在进行。嗯嗯，对啊，就是可能录唱片的时候是一个模式。那现场表演的时候又是一个模式，所以这是算很台湾比较少人就是真的这样做。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，我觉得也希望大家就是现场表演跟唱片都可以听听看，对，然后唱片也可以买回去摸摸看。好，这是贝斯手。其实我要附和一下贝斯手，因为我觉得你们这张其实是可以卖给比较成年的，我说更成熟的人。嗯，我觉得这跟目前乐坛界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。就是一个苦闷的什么败犬女王，听了应该也会觉得蛮开心的。My friend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这样我们才有接下去做第二张的可能。预算吗？还是勇气？勇气吧。啊，勇气。嗯。鼓手，其实我想要说的是，其实 Friend 他在写每一首歌的词曲的时候，其实都很用心。那大家一定或多或少都会跟里面的某一首歌产生一些共鸣。那我常常都会觉得，就是让 Friend Day 的音乐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周遭，那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很轻柔悠扬的感觉。就是像他的歌声，然后遇到一些小事情，就是会有一些跟歌词上有些呼应，这样听起来有励志的效果吗？
没有，听起来我这不是我用意，轻柔优雅，这不是我用意。你比较喜欢萎靡，就是希望对萎靡啊，就是希望大家在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听它，然后去沉溺一下，但是明天还是新的一天要回来。开心的时候就收起来了，开心的时候就收起来，对。好，请大家来。支持一下我们的新的一个乐团，但是熬了蛮久才熬出来的专辑《受宠若惊》，谢谢 Friday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